首先打开电源，温度加好温度，这是硬资速度调节，这个是检测，这个是连续和调速。还有一个在这个拐角处有一个打印和暂停，如果在暂停上面就是可以用脚踏板控制，可以用脚踏板控制，如果是打印在打印上面，它就是连续工作的，连续打印。后面这是脚踏板插头，这是脚踏板插头，插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就可以打印了，温度到了就可以打印了，东西放好，踩一下脚踏板，一个动作打印完毕。这个是脚踏控制，如果想让它连续控制，这边这个开关搬到打印上面，它会连续自动打印。